各位大家好，因为发现柜子里还有一包这个变五迷你快变战将，那这个玩具呢，基本上都是卖家当作赠品来放在里面齁，所以有时候就会拿到纸包。那这次得到的是这个变五的大黄蜂，那可以看到这个车型就是非常的可爱了。那轮胎不能转，就只是一个涂装。那翻过来看呢，你就看到大黄蜂一个非常可爱的大头齁。那你以为这样子就变好了吗？其实差不多了。那要变姿势的人就是把后面这个盖板打开来，啊，这个脚掌折起来，再转一下腰，再把手拉起来，那我们可爱的大黄蜂就完成了。哇，真的是太简单了。那可动度呢，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哦。当然，你不要以为这种小的玩具玩起来很蠢，那其实这种东西都是一种疗愈的小物啦。你有时候放到桌上就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子变一下，就是很轻松又快的吼，不用那么的复杂，就是简简单单的吧。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收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